这个啊，这个孔蝶蝶儿问的，觉得陈升和小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是不是两根须须？喵喵喵喵。啊，陈升和小凡最大的区别，一个是古装，一个是民国。算了。钱串串个球，能透露一下深深结局吗？不能，因为透露了结局就会影响收视，影响大家的收看。我觉得去看一看吧，结局我觉得还可以。